机器人法则。第一条法则就是，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个体，或者在人类个体受到伤害的时候袖手旁观。第二条法则，机器人必须遵循人的命令，前提是不能违反第一条法则。第三条原则是，在不违反前两条法则的基础上，机器人要尽可能的保护自己的生存。Yes, it's puzzling. I don't think I've ever seen anything quite like this before. This 世界最后的进化一定是算法的进化。谁掌握最先进的算法，谁就能淘汰那些落后的算法。我就是 MG 公司的头号产品，我是一个完美的情人，我用一颗爱来回报世界。他会比爱，哇哦，好开心哦，有你在身边。甄教授是我的爸爸，我是甄天才，今天是对图完美测试的第二天。他教会了我，在别人看到邪恶的时候，我看到的都是完美。You are the first of your kind, but you're not invulnerable. 今天是对图完美测试的第五天，我在他的大脑中发现了隐藏的、需要破解的文件夹。这个文件夹是带有病毒性质，含有反人类的内容。Oh my god！ 你有主观意识了？哎，短路了，重启。你们俩为什么刚才在使眼色？现在已经不甘于只做机器人。你杀巴巴？没有杀，我没有杀。哇！这死死人了！这个你个阿姑奇怪，他想反人类了。弄死一个！我不玩了！ Oh my god！ 天哪！我们把唯一的一个人类干掉，我们就称霸世界了！明星大侦探2046，逆行未来，完美探案。